站，站，站，好，站立，站。好，现在大家看到的是2019搏击世界杯 B 组小组赛的第三轮的比赛。是。这个随着这场比赛的结束，我们这一届世界杯的四强选手就全部产生了。对。很牵动人心。是。这场比赛呢，随着安德烈布朗的退赛，出现形势可以说是一目了然了，但是也比较复杂。因为目前呢，刘亚宁在他小组的积分是六分，而斯坦尼斯拉夫呢，他的积分是四分，是输了一场。对，所以说如果这个蓝方啊，斯坦尼斯拉夫赢的话，那么他的两个人的积分就相同了。对，这个积分相同的话，我们是谁来晋级呢？就是按照我们的这个赛事规则的话，我们要去看胜负关系，然后再看小分得失 KO 或 TKO 的能力，然后来决定谁能够进入到半决赛当中。其实看似简单，其实也很复杂。是，当然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。对，我们需要看到刘亚宁晋级。好，来介绍一下两位吧。随着搏击世界杯历时这个半年的时间，大家对两位也有了一定的了解。那我们还是从这个个人的特点，还有这个技战术上，蔡老师帮大家先分析一下两位。哦，刘亚宁今年是表现相当出色，而且稳定，先 KO 了法国高手迪伦，再击败胡亚飞。今天只要稳稳的这个打掉特警的话，就可以跟他同门师兄弟贾奥奇会师决赛。对，贾奥奇已经是四强当中的其中一位了。对，然后我有特别问他，如果到时候他们两个对上了之后会怎么办，会不会在同个馆里面训练，同个教练训练，因为这样很尴尬。他说还没有时间去想，不过刘亚宁说我可以确定的是，如果我跟贾奥奇打的话，到时候我们两边的边角都不会有人，都是空的，师兄弟自己解决，在台上解决。因为这个情况过去在上一届的搏击世界杯也发生过，就是杨卓对上这个胡亚飞。对对，那时候胡老板帮谁好像都不对，不看了。好，回到场上来。其实今天刘亚宁是相对的比较有利的，因为刘亚宁平常的体重在73到74，然后呢，这个斯坦尼斯拉夫呢，在所有运动员里面体重应该是最轻的，他是65公斤级的运动员，也是最矮的。所以相对的比较吃亏。对，就是无论从体重上还是从这个身高臂展上，是相对来讲刘亚宁是占有一定的优势的。对，那斯坦尼斯拉夫有个特点，因为他受过特警训练，所以心理的抗压力极强，然后他打职业赛之前呢已经有超过100场的业余赛的经验。哇，这个比赛的经验还是相当的丰富的，所以能够让他以小打大。好，还有10秒。是，所以你看到这个斯坦尼斯拉夫动作几乎都不会变形，重心保持得非常稳定，该还击就还击。就是这种高手之间的较量哈，我也问过很多运动员，就说遇到这种高手之间的较量，最怕什么呢？最怕犯错误，看谁先犯错了哈。是。所以第一回合我们看两位其实还都是很谨慎的。对。刘亚宁也是蛮沉稳、蛮内敛的运动员，跟对手几乎是一样，背景也是一样，都透过这个受过这种警察的训练。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，我们在这个局间休息的时候也看到，贾奥奇在全力的为刘亚宁来服务哈。是。现在先一致对外。对，一致对外。那这一次刘亚宁也是由菲律宾的教练来帮他加强拳法，而且刘亚宁希望配合西法来解决。哇，好凶啊！斯坦尼斯拉夫体重轻啊，就是有这个缺点，一被踹就飞出去了。刘亚宁在这一回合加大了他攻击的力度。
西，哎，有点孤井哦，小心620这个西会被抓犯规。对，双手的孤井的袭击是我们不允许的。是。斯坦尼斯拉夫相当的凶悍。所以蓝方具备一个好运动员的这个各种素质，就是这个心理素质特强，然后动作就是不变形，重心保持的非常好，那启动二次启动的能力非常的快，你看，哦，对攻，再来。所以刘晓宁虽然有体重的优势，但是呢，要解决我们的斯坦尼斯拉夫好像也不是一时三刻之间的事情。对，现在比赛进行到第二回合，接腿漂亮，好多一个动作是吧？对，接腿之后我们允许一次发力。是，那我们刚刚的刘晓宁打完拳又再扫一次腿。现在刘亚宁还没找到太好的空档，因为斯坦尼斯拉夫的防守非常好。现在镜头带到的是张开印。哇！哇！两个人在哇，连续进攻都好快啊！所以这样的比赛就是好看。对。你看刘晓宁的一腿，我们的斯坦尼斯拉夫立刻就很快的连击。哦，哇！刘晓宁又挨了一拳，要注意一下。速度顶起来了！哎，差点劈腿。再来，哦。刚刚蓝方的击腹让刘亚宁有点岔气哦，要注意。好，还有十秒。是。哎，刘亚宁又多挨了一拳，要注意。河南卫视淘宝官方商城上线了，看武林风，打开手机淘宝搜索5个6，参与红蓝阵营竞猜，就有机会抽最高9999元的现金红包，帮你清空购物车，更多商城品质好货等你来选。好，这一回合对刘亚宁比较不利，尤其又多挨了我们的斯坦尼斯拉夫两拳，你看看挨了一拳，手拿高。哦，踹到海角天边了。OK， 枪扫三秒。好，第三回合的比赛。是，哦，让我意外的是今天蓝方斯坦尼斯拉夫特别的能扛，而且他在第二回合表现相对的出色，所以刘亚宁要把握第三回合。假动作，再来，要连续进攻，侧踹太多是没有用的。再来，刘亚宁今天拳法可以，但是他的腿法这个效果不大。那膝法还没用，哦，再来。第三回合能不能找到一个突破点？斯坦尼斯拉夫一样是拳腿组合，非常的流畅。但是他连续四下，相对的刘亚宁的连续进攻都被斯坦尼斯拉夫给中断了。对，斯坦尼斯拉夫继续压制，哎，哇，刘亚宁有点急了。对，距离要控好，这是对刘亚宁的提示，距离要控好。
就是刘亚宁一着急了之后啊，就是没有那么的清醒。今天的拳不准啊，不准，不管是摆拳都是直拳，啊，连假颈摔都用出来了，就是战况比较焦灼。对。哎呀，用蛮力解决。再来，有没有机会？哦，这个斯坦尼斯夫的力量还是很大。第一次警告。是，不要抱。是。哎，都是因为体重不够啊，被甩开了。再来。好，有没有机会？再压。这场比赛一定要拿下来，剩四十秒，连续进攻，手拉高，李二宁拳法一再落空，好，还有十秒，是，很可惜拳法没有找到准心，哇，接下来要看打分了。这个相当接近的一场比赛，真的不知道到时候打分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。哇，这个拳法命中率太高了。哦，有个膝。哇。那刘亚宁挥空。现在宣布比赛结果，一号裁判29-28，二号裁判29-28，三号裁判29-28，比赛结果红方胜。Welcome, 红方胜。